车去厕所上来就不见了。我是被逼的，气尽而绝，天都塌下来了。对。起了个大早，到屏东的万峦中天宫庙后面有流浪狗在睡觉，毛色不错，也不怕人，这就是台湾流浪狗的状态，还挺可爱。感叹台湾的信仰自由，早早就有人排长龙了。外面的马路排了几百米的长队，有求财求平安健康的，据说是福鸾降生到这个人身上，这是一个民间信仰。人超多，这只是一小部分，另外一个场地也坐满了人。我们办完事就离开，回到高雄的静园休闲农场。来之前没有做攻略，也不知道是啥地方来着，进来就发现好漂亮呀。别看台湾的一些普通的街道，那里别有洞天，好玩的地方真的好多。我以为去年一年已经玩了好多地方了，以为差不多把高雄都玩匀了，没想到啊，我是低估了台湾。只有你没想到的，就没有不好玩的。以为只是农场，没想到里面还像是动物园。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巨大的河马和金狮猴，还有成双成对的天鹅与欢快的畅游。湖水清澈见底，环境干净舒适美好，真没想到高雄还藏着一个这么好玩漂亮的地方呢。第一次右眼见到这个能跳能爬的金狮猴，想起小时候很爱跑爱跳，爸妈叫我麻捞，因为我很爱跳。哇，真是漂亮洁白的天鹅耶，鱼儿皆又空游无所依，他们都往有缘的地方游来，应该是想要被喂食，发现没有食物就游走了。鱼儿真肥呀。听说天鹅是雌雄结成终身伴侣的，天鹅宝石子一种十分稀有的终身伴侣之，不论是取食还是休息，都是成双成对，永不分离，常被作为是爱情忠贞的象征。雌天鹅在旁边产卵时，雄天鹅在旁边守卫着，遇到天敌时，它拍打翅膀上前迎敌，如果一只死亡，另一只会为之守节，会终生孤独的生活。多么忠贞不二的感情啊，就站在这静静的观看着这一景一物，心情很美好，还真的是成双成对，另一只天鹅也游过来相伴了。这只黑天鹅不知道是不是白天鹅的伴侣，夫妻天鹅会彼此扶持，真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呢。他那猴子在干嘛？他在下那个鱼。好戏精啊他。来观察一下这位猴哥要玩什么把戏，观察着什么呢？他想抓鱼吗？还真是有趣，难道是想抓鱼吗？拉近看看。天啊，好大个的鱼啊，这得有30斤吧。这个天鹅，白天鹅，漂亮的白天鹅，过来吧，漂亮。天鹅的翅膀像是一个心形，让我想到童话《丑小鸭》了。万一它掉下来怎么办？不会掉的，你看。猴子啊。哦，猴子啊。再看看那只金狮猴还在攀爬跳跃，真是有活力啊！再走到里面来看看。又发现新世界，到处都藏着各种各样的小可爱。哇，这么多的鹦鹉，天，我的天，这叫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水豚呢？你看这么大，这个算小的。在日本的水豚都是泡温泉，我日本的水豚都泡温泉，傻傻的，有点像你。
他，太可爱了，我的天。老公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都有一个遗憾，就我从来都没有来过动物园，然后我现在在台湾实现了我来动物园的梦想，我小时候的梦想，就小时候一直想来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来不了、啊？你还要去动物园吗？你不已经把老公当做一个动物了，你还？小时候你很想做的一件事情，就会成为小时候的一种遗憾。就算说现在我已经到了动物园来看到那么多可爱的，但是已经回不到小时候的那种快乐里面去了。所以小时候如果说小孩他很想很想去一个地方玩的话，要带他去，可能会成为他这一辈子非常美好的回忆，可能会疗愈他的一生。不过我也很幸运，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经常在大自然里面奔跑长大，然后我长大后遇到很多事情，我都会想到小时候那种美好，我也会被那种大自然的美好疗愈。他在我旁边吃东西，继续去看其他的。好孤僻。他被排挤了。对啊，被霸凌。啊！是你们霸凌了他吗？这个去陪他了，没有担心。不是去陪他呀，他很孤僻耶，他一直在这里不停一动不动哎，他不开心。动物其实有比我们人更厉害的一种能力。什么能力？我们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他们知道哪一只是哪一只。啊，对，我们看起来就是一样，分不出哪一只，但是他们马上就知道。嗨，哥们，嗨，哥们，开心点呢、啊，兄弟。这个屋子还蛮可爱的，是个地方，是个农场，但也是个动物园呢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各种各样的动物不要太多，这个动物忘了叫啥名字了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黄尾狐猴。好机灵啊！他好奇吧？他对我的屁会不会有反应？天哪，你哦一个屁看看！我的天，你个放屁王，你居然想要对他下手！爱的温柔，他会不会吐我一脸？站一只脚的吗？不知道，因为脚会酸啊。因为脚会酸，我天，你还会想到这种想法？他捉你了？我保护我的，保护你的，好吧？没有吧？没有的吧？没有了，他只要没有，他就会吐。哎呀，因为他是羊驼。第一次真正的看到火烈鸟，没想到这个农场还是个精致的动物园。动物们都养得很好，它们居住地环境也很不错，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和接触它们。它驮我了！嘿嘿，可把我给高兴坏了。毕竟这类动物我只在动物世界纪录片看过。北京好红色啊，是吗？你叫火烈鸟呀。来山合影，嘿嘿。啊，他躲我了。小朋友与小羔羊的画面真可爱。又是第一次见到超大的蓝鸟。麻雀，麻雀。越大只，它的寿命越长。这个可能有几十年的寿命，这么大。你好，你好。它是鹦鹉啊，你是想说它为什么不会说话是吗？你好，你是想问它为什么不会说话是不是？对呀，它可能不会说话。
算是最自由的，因为它的活动范围最广。他怕我们，他怕我。对，他怕你。哇，这个鸟真的像那种迪士尼动画片里面走出来的感觉。这个比较像。那我去看看。那种黄色的嘴。你说这个才像动画片里面的？对啊。脱歌巨嘴鸟。很像那个，他那个什么什么里面的那个动画片，叫做什么里面？还有这个漂亮的鸟叫什么鸟？不知道。一对，可能是在孵蛋，漂亮哎。好傻哦，只能在这个小空间里面飞来飞去，很重。咱们如今能观察到的是它的大便，堆满了堆成了啥？是女厕所的标志，男生的标志，这个样子。我们到了一个餐厅。是可以看到飞机的，飞机起降，可以看到飞机起降，这都是火锅类的。对啊，他说我们坐这边的话就是点招啊，招我。那你想要吃什么？先吃饱喝足，然后再去看动物。哇，其实是那个泰国的。泰国料理在哪里？是在那边呢？那个应该是我们大马机。这就是机场，这是我刚来台湾的地方，是吧？我第一脚落地就是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已经一年多在这里。然后几天后我们又要下来这个地方，回大陆，回中国。其实怎么说呢，我觉得现在来看动物也算是弥补了我小时候的遗憾。谢老公。还要看动物应该去动物园。这个就是动物园呢？这个不是动物园吗？动物园没那么贵。哦，你说那种，你说那个寿山那边没那么贵啊？哦，但是那边的动物就没有这边那么好看呢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动物人家有大象，人家有什么呢？你这个有我原来有大象，有狮子。对啊，我都是那些猛兽之类的。对啊，人家那种都是很这边都是精致的，说不定还有长颈鹿嘞。这边都是精致的小动物，那些动物。没想到我这个30岁加的岁数，终于能来了一次动物园。小时候一直想去啊，真的那个很想去那个游乐园。就我旋转木马，很小的时候没有坐过，那个旋转木马就是在我面前，但是那个就成了我。从小脑子里面都挥之不去的，一直想去玩的地方。我多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能够看到我的愿望，能够帮我实现。然后现在没想到是我老公帮我实现了。谢你哦。你知道我小时候愿望是什么？什么愿望？有红白机啊。红白机是什么东西？红白机你竟然不知道？什么东西嘛？游乐器啊。啊？游乐器。打 game 的哦，就是那个游戏机嘛，我知道啊，小时候我也有在玩，对啊，就没有插到那个电视上面去，然后就玩，对吧？小时候的愿望是那个，小时候我也没有，但是我是看我邻居家哥哥就聚在一起玩呢，但是我又不爱玩这个东西，我就喜欢去什么动物园嘛，然后看动物了，看很可爱的动物了，我喜欢芭比娃娃，然后我就用自己的压岁钱给自己买了很多。然后还给他做衣服。那你还有什么小时候的愿望？大概是这个，就这个游戏机啊。对，后面自己给自己满足了。对啊，只能靠自己啊。可怜了我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老婆帮你实现？没有啊。老婆帮你实现了？没有啦。那是小时候的愿望。还有你说什么？那时候你。
你买了一个什么，你好不容易攒到钱买了一个什么，然后再去搬油的时候在那个车上丢了。对啊，就游戏机啊，游戏机丢，掌上型游戏机啊，好不容易筹来的款、啊、好不容易筹来的款钱，下个车去厕所上来就不见了可怜的慌。所以你那时候那个心都碎了吧、啊、那种游玩的心情都没有了。对啊，天都塌下来了，对一个小朋友来说花了巨款买了一个游戏机，还是自己好不容易攒来的。有一台飞机准备要起飞了，这一台飞机起降落还是很好看的，但是现在等了很久都等不到飞机起降落，我们先去看动物了。孔雀它没开屏，孔雀开屏的时候就是它择偶的时候展现它的魅力，就是开屏的时候，就是画大饼的时候，就像你画大饼的时候。鬼刚耶，都在打架，这个叫做虎蟒啊，打架打得很厉害嘞，不是在打架，好像是在白夜。我说有洞哎，蛙有洞，哇，好看的地方，路。然后这边还有那种 barbecue 区，在这边烤肉，很多人聚在这边。这边是一个舞台，然后可以坐在那个沙发上面看表演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哎。哦，还有时间啊。哇，好舒服啊！那边还有一个房车。每天开唱，周四休息，下午的5点到5:45。长这样，哇，还是不错的呢。原来这边是人家来喝茶的，在那里点了饮料，然后在这里喝哦。对，可以。哇，好浪漫的这样的地方。车。哇，这边又是一个小朋友的游乐区。啊，对，你可以坐小火车。小火车啊。啊，好。先回到可以看飞机升降的地方吃饭。这是降落的吗？点了一个锅物，另外加了一些菜和饭一起吃。开个火下去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的锅物，嗯，两个人吃一锅，因为这消费里面的消费有点高啊。然后因为是假日，所以没有抵消。一边看飞机啦，其实贵不贵倒是无妨，就是觉得这个量也够我们两个人吃了哈。那个喷射引擎开了，开始了，准备了。看着飞机一趟趟的把人们送去远方，一趟趟的把游人送归来，人生的聚散无常在这里上演着。台湾的狗狗好多都是有婴儿车的，可以进出商场。毛孩小孩两不误。降落网。降落网。货机啊。货机。
他已经要看破红尘了，因为那么多人来看他们，快一点。在赛后被人表示他因为懂养生。哦，懂养生，好吧。还要找冻装哦。帐篷最低消要600块，才能够进这个帐篷里面吃东西。在想你要是骑上去的话，这个马估计都得哎，你要是骑上去的话，这马会怎么样？他一定觉得备受那个什么？你说啊，没东西了，来了。你身上一定备受什么？你的体型，然后你要是骑上去的话，他肯定会。倍感骄傲。倍感骄傲，你是想不到什么词吗？他肯定会什么尽而绝，气尽而绝。嗯，平时还坐在那个上面。沐浴阳光，这个陷下去就爬不上来了。周末在这边休闲，也很舒服。这个农场，台湾怎么这么会设计呀？不过这个门票就是250块钱一个人哦。对啊。250，就看大家觉得值不值了。大概玩的就这些了，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适合美眉呀、帅哥什么的来这边打卡拍照的，因为这边的场景真的很好看。你要是会摄影的话，我肯定在这里都不知道出了多少个大片了，因为这个场景很漂亮。干嘛？原来，那就祝你们幸福。我看到了什么啊？是臭袜子。哎！哎，真舒服啊！又是一处我来了不愿意走的地方，舒适、自在、放松、无拘束。当心情不好、浮躁不安的时候，可以来这里慢慢的平静下来。就是因为马屎太臭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得走。也喜欢看人潮涌动中的一片祥和，站在人群中听着欢声笑语，这种感觉让我内心感到平和，就像小时候的午后做了一个长长的梦，醒来就在我梦中的欢乐世界里，有我喜欢的动物园、游乐场。只是一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，生活无论怎么样总会带着些遗憾，当下开心就好。话不多说，排队上车。嘿，妈妈说先生说要来圆我小时候没圆的梦，带我来坐小火车了。我是被逼的。对，我觉得工作很正常。
我想说，如果你累了，来台湾找找吧，这里总是可以让我找回丢失的童真。在这里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做一个孩子，没什么路人会回头看你的幼稚天真，不会诧异的觉得你都那么大了，还跟小孩玩这个。发小们跟我聊起，感觉台湾人无论年纪多大，总给人有一种少年感。明明一些明星四十几岁了，总感觉他们很少女，例如史琳娜、任嘉萱。而在大陆那边，我感觉好多四十几岁的人被岁月磨成老气横秋的成人。两只嘞，你有一只吗？不会打架吗？他们有一千公斤，有一吨重。打架的话，两个都你死我活。他再放一根鳄鱼。什么？应该要什么？放鳄鱼啊。放鳄鱼进去，要他们。这样比较精彩啊。什么比较什么？比较精彩啊。精彩啊！我是残忍的人。起来了。然后就去那边，他就去那边乘凉一下，然后就再下来再泡。它有点像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很鸟哎、欸，突然，耳朵了，耳朵。你都选好了。他拉屎。他们约好一起上岸，然后不约好一起拉屎。那么多人看你好狠，他不好意思拉。离开农场，准备回家了。路过高雄的市区，漂亮干净，有彩绘的脚印，很可爱，真是一座疗愈的城市。城市风光尽收眼底，也不全是旧的，一些新建案设计的也很不错，天空很蓝很美。此刻的心情就是希望世界和平。我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拜。